那朋友应该知道，前几天我约了一个供货商嘛，然后今天他是给我拿一些样品来，就约在我家车站附近。因为最近我比较忙嘛，所以说一直没来车站，然后发现我家车站附近变成了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综合型的大商场，然后就人特别多，刚才也就随便的拍了拍。然后这个商场应该是挺大的，给了我一张什么积分卡，本来想扔掉的，但是一想一想，以后可能自己也得印这种东西，就先留下来做一个参考吧。刚才拍个照片留个纪念，毕竟这个是才开了第二天嘛，也不知道以后能在这儿待多久了，有可能，对吧？这个东西世事无常，有可能做好了或者什么的就换个地儿。然后今天是先约一下拿个样品，然后一会儿我可能还要去一下店里，因为那个煤气公司的可能过来要帮我装一个热水器。然后接下来就是昨天装修公司的人跟我发了一个信息，让我确定一下最后的吧台还有一些设计的小细节吧，可能还得过去跟他交流一下。刚才约的那个送那个样品的，然后来给送了一下。本来是想跟他喝点东西还是怎么再谈一谈嘛，但是今天刚才也说了我要去跟那个煤气公司的人去交涉一下，所以说就让他先回去了，然后我现在就准备去那个煤气公司看一看。然后这个是样品，有一个是抹茶的，还有一个是可可的饮品的，然后具体怎么做我还不知道，等回去再说吧。然后找他要了几个那种单子什么的，就是怎么做东西的这种东西，然后一会儿回去有时间我再研究研究，看着还挺好的。这是日本比较有名的茶，宇治抹茶。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飲み物をちょっと買ってきたんですけど、何がいいのかよくわからないです。とりあえず
加上 copy。もうよかったら飲んでください。そう、あと今日は。あ、そうなんですか。いやー、そうですか。こっちに。2個だって、あれいくつ？195、260。ギリギリ、ギリギリみたいな感じ。ビタビタにくっつければ、100V、200V。普通のやつ。普通の？でも3000W でしょ、機械。本当？20A までの電線だから、それ以上つけると溶けちゃうんです。燃えちゃうんですよ。そうか。じゃあ26を。だから電圧と消費電力をもう一回確認。日本で使う場合、はい、50年、60年使える。分かれます。5000W。刚才去跟师傅简单谈了一下，但现在有个小问题，就是我买的电器可能用不了，因为这边的电压还是电压的问题，它有一个上限，所以说现在我得把这件事给确认了。然后还有很多小细节问题吧，就是我那个装茶的那个茶桶可能买的有点大，然后有可能放不下，一个个处理吧。现在已经是中午了，今天起的还挺早的，早上11点就起来，然后出去去理个发，因为最近一直没有时间嘛，不知道这个发型剪的怎么样，剪的有点短。然后日本的理发也挺贵的，我这理个发是大概5500日元，将近人民币都400了，400块钱的话，在国内应该能剪挺不错的造型了，可以找 Tony 老师给你设计一个了。那我为什么？站在这儿呢，刚才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我要邮寄一些东西嘛，然后需要写地址，我那个东西就是非常传统的那种信件，因为最近事儿也比较多嘛，就有很多要签约的还是什么的，必须得要邮寄一些资料过去，但是我资料都放里头了，忘记写地址了，所以说我得在这等一会儿，人家来取的人来，然后把那个打开，就是旁边的。现在说话说的不是很利索，为什么？因为大家看我穿的，今天早上起来突然就降温了，特别的冷。然后我得赶紧吃一口饭。下午要约煤气公司的过来签约，然后还要招聘嘛，那个公司的人也要过来跟我商量一下，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时间把我的早饭跟午饭给解决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吃的午餐，是在便利店买的一个包子，非常的难吃啊，非常噎人那个东西，说大家能不能看到，正对面不是有一个没有人的小店吗？其实那个时候我真想，就住这个店就算了，离我家还近，出来1分钟就到，骑车的话就后边这个地儿，而且肯定特别便宜，根本就没有人。原来是个理发店，但是这个地儿估计要是租上的话，肯定是卖不出去的。一根香肠，一个包子。外边太冷了，我进车里等一会儿吧。不对呀，这时间都过了还没来呢。お時間は大丈夫ですよ。大丈夫ですか。一応このバスの人あと来るんで。
決めたらいつ携帯できます？来週？すいません。この辺か、あ、多分テーブルがないんで。最初そのネットの方もあ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ネット、パワーアップネット、はい、それ一応登録して、なんか記録項目なんか少ないなと思って、はい、あのネット上の表示量めちゃくちゃ下になるんですよ、はい、で、あの市民使ってもらったお客様、あの今回今ご提案させていただくものをやるとネットも無料で付けさせていただくんですけど、はい、よく急にね、あの人なんですよ、Que goza la vida y lo hacen como ley. Esa chica quiere selfie, selfie. Ella quiere ver. Sí, está yo. Está usted. Ah, もしもし. Ah, 今見せにいます. すいません。5分間だけでいいですか。そのガスの人今来たんですよ。なんか書類が持ってきたんで、私取りに行かないと行けないみたい。すぐ戻ります。いいですか。はい、すいません。はい。申し訳ないです。あ、すいません。私はそのあ、はい。あの審査並みの竹下と言います。すみません。ご利用です。ご利用いたします。はい。一応先にお見積もりだけ出してお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はい。一応お電話でお話したんですが、こういうやつ。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はい、で一応22日に工事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はい、終わり次第こちらの方はご請求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あ、わかりました。正式のオープン日っていうのは何？今アルバイト募集中なんですけど、アルバイトが来ないとこちらオープンできない状態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よ。なるほど。今バタバタになってて申し訳ないです。はい、わ、はい、かりました。はい、じゃあ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長室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はい、あ、すみません。あ、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あ、変更した。そう。そう。やっぱ幅ももっと狭い方が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なんかお茶出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の下からもし長い場合は多分やりづらいじゃない。はい、高さはまだ大丈夫。はい、すみません。じゃあまだ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はい、すみません。はい、すみません。おお、然后跟他们打了个招呼，还得回去把那个照片的事儿给定了。なんか給湯器取れないんですよ。なんか自分取り付けしないとダメみたい。もう18日確実に間に合わないですね。18はそうですね、ちょっと難しいですね。すいません。はい。然后现在是，哎呀，拿反了，这个东西也弄完了，这挺贵呀、啊，大概打三周广告，一般是一周的，但是我是新人嘛，然后他就给了两周的特别服务，一共是三周时间，将近50000日元吧，3500这广告。不知道有什么效果，但是你不打这广告真招人是实在是太难招了。我这贴门前那个招聘信息贴了也将近一周左右了吧，一个电话没有。希望他这边有点效果吧，因为你这招不来人的话没办法开业呀。